突然间出现你的画面，闭上眼，我看见某个时刻，某个地点，偶尔偷偷看你一眼，躲在墙的后面，就让我坦白一点，即使是我注意你先。想听你说 I love you more， 小小的举动都让我喜悦，每天都爱你多一些，走了多久才走到今天，我的记忆过好甜美，只要你开口什么都 OK， 每天都爱你多一些，爱你多些。抵挡，反抗。Withstand, W-I-T-H-S-T-A-N-D。这两人从哪儿找来的？我云马这么大的公司，要找出两个外国员工，难道很难吗？可是，考司机又不考口语。这是为了给你练习听力。醒，醒来。Wake, W-A-K-E。等，等待。White, W-A-I-T。想要。Want, W-A-N-T。工作。Work。还有一个。我 Wake, W-A-K-E。明天，你可以安安心心的上考场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Zhou Shi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一直忙着复习。都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了吧？我跟林菲菲他们说，让他们不要今天发信息给你，怕影响你学习，等考完试再说。
这个是？这些啊，这些是昨天晚上趁你睡着的时候偷偷布置的，因为有点仓促，所以有点丑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，时间还没过12点，就不算过了生日。谢谢。不谢。我不管，我就要谢。快许个愿吧。嗯。好了。吹蜡烛吧。一起吹吧。1、2、3。周氏，周帅，你回来了。复习的怎么样啊？还可以。上次实在不好意思，没帮你复习完就走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找别人帮我复习了。哦，谁啊？一个朋友。哦，那就好，加油。拜拜。现场保持安静，我们准备考试了啊。这场由我和李老师给大家监考。我手中的这个册子，每人一份，拿到手之后啊，往后传。不错，大部分的题基本上都做过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监督你考试了。这是考场，你快出去。你还有心思管我呢？赶紧坐吧。这道题都不会做吧？谁说我不会做了？我这是在思考。好，时间到，大家开始交卷。薇薇，复习教练谢尔，准备交卷了。终于解放了。周氏，嗯，我刚才看你写的挺快啊，看来最近复习的不错。唉，这是我这半个月魔鬼训练的结果，知道我这些天怎么熬过来的吗？吃不好，睡不好，一言不合还要挨揍。不过也是因为他的帮助，我才能完成考试啊。哦，到底是谁这么厉害啊？卫卿啊。云马的卫卿，他还会辅导功课？想不到吧？我也想不到。可就是他帮了我。说起来，这些天他也跟我受了不少罪，我是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他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帮你啊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啊。是朋友吗？当然了。那他也只是把你当朋友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安助理，卫卿在吗？董事长出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还没回来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估计要一会儿吧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儿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刚考完试，想过来谢谢他。考得怎么样？多亏了他，及格肯定是没问题的。那可恭喜了。嗯，那谢谢安助理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晚上再跟他道谢。好。
给周氏补办生日会。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考试的事情，生日都没有过，现在总算考完了，是时候该给他庆祝一下了。你自己怎么不给他补办？我怕如果我给他办的话，他不接受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你办最合适了。这是服装跟场地，你只需要带他过去就可以了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告诉我。我是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说吧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也别怪我想的太多，周氏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想他受到任何伤害。打从你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到现在，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一个朋友的范畴。我问过他，他说那是因为误会。可是人吧，总不能没有理由的对一个人好。他又说你不想追他，那么你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呢？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是没有理由，但是这个理由不能告诉你。周氏对我而言很重要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他的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？什么是喜欢呢？你谈了这么多个女朋友，你跟我说什么叫喜欢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是逢场作戏，压根没动真感情？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后者呢？你对别人怎么样我管不着，我只是要确定你对周氏不是逢场作戏。我对周氏是真心的。好吧，我相信你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是我现在能确定的是你不会害他。谢谢你，我不会让你白做事情的。那些就不需要了，之前你助理也要说给我买东西我就没要，现在你又要给我买东西，怎么我长得特别像卖友琼蓉的人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我的谢意。你这个借花献佛已经在他那儿露了这么大个人情了，其他的就免了吧。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。对了，我替我们家周氏谢谢你。拜。明成哥，你出差回来了？对啊。哎，对了，我之前一直在忙，也没顾得上问你，考试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没考好？我不想说。这次都怪我，要不是我正赶上出差，我一定能好好辅导你。诗诗，你别难过了。如果咱们实在是要延毕的话，那也没办法，明年哥一定好好辅导你。傻笑什么呀？哎呀，骗你的啦，我考得还不错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别的不敢保证，但至少可以及格。那四级呢？也还可以，至少我都做完了。那就好，现在还学会骗人了啊？吓死我了，淘气。那既然我这么乖，你是不是要奖励我点什么？必须得奖励啊。这样吧，你的生日呢我正好没赶上，后天刚好是周末，你想怎么玩啊我都陪你。真的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什么你都会做到？那当然了。那到时候你想好去哪儿了给我说啊。好，我先上去了啊。走了。喂，菲菲，什么？哦，我现在在云马。你说生日会？哇，这太夸张了吧！你惊讶什么？这不是你定的吗？对啊，我这不是每次看到他，我每次都兴奋吗？菲菲，这也太贵了吧！还是算了吧，咱们就随便找家饭馆吃得了。
怎么行啊？这不光是为了庆祝你生日，还为了庆祝你考试通过，通过四级，我们当然要好好 happy 一下啦。可这费用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这家酒店和我们杂志社有合作，这算下来也就一顿火锅的钱。这么便宜，那我过生日的时候也要来这。你就不要凑热闹好吗？你一个学生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拥挤呢？智慧，有时候也需要浮华来装点。装也会得了啊，我们在家涮涮火锅挺好。菲菲，还是算了吧。你看，就我们四个人，加上明成哥五个，再叫上卫卿。咱们就六个人，这么大的饭店也太空得慌了。谁说就六个人了？你以为这么大一个宴会厅就让你吃饭呀？当然是要办舞会啦。就我们六个人多尬。谁说就六个人了？就是把你们班关系好的全部都叫上，关系不好的也同时叫上，让他们好好看看。还有那个赵冉瑜，他平时不是一直瞧不起你吗？这次好好让他感受一下。那哪行啊，多招仇恨啊。这有什么，反正你都要毕业了，不得留下些话题啊。哎呀，这你们都不用管了，到时候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 dancing queen。 这个你还不拿掉啊？干嘛拿掉啊？明年生日的时候还能用啊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菲菲说周末的时候想给我办一个生日舞会，我想邀请你去。哦，舞会啊，好啊，到时候我再给你准备一份大礼。不不不，你可千万不要送我礼物了，你已经帮了我够多了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。陪我跳支舞啊，就当谢我喽。好呀，只要你不怕踩脚的话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是还有件事儿，我说了你别笑我。说。我想在生日舞会上跟明成哥告白。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我知道，但这次不一样。我跟明成哥有个约定，只要我能猜中他生日想要什么礼物，他也会在我生日上实现我所有愿望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年的书法？对啊。我要是想和明成哥在一起的话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可是他这样就算答应你了，那也不是真的喜欢你啊，你受得了吗？算了，这件事情总要有个了断。你要是真的心意已决的话，那就去吧。祝你成功。祝我成功。是可以啊，过个生日而已，摆这么大的排场。听说这个生日会是周氏的闺蜜林菲菲给她办的。这样啊，还真是姐妹情深。这么好的闺蜜，我怎么没有遇到？待会儿你们要弹的曲子已经确定了吧？OK。你怎么了？你是要哭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人能帮我办一场这样子的舞会。没想到周世贤帮我实现了。那他也要感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，他哪办得了这舞会？你是不是真读书读傻了？我哪办得起这样的舞会？不是打一折吗？打什么折呀？不光不打折，还得加钱呢。因为这个场地是临时要的，这些钱呢都是卫卿出的。卫卿？他为什么？还不是怕他不高兴吗？哎呀，给他花钱还要担心他高不高兴。
你说他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世界？你生日，我给你拜。你说的，我可记住了。不对啊，我不是让你去找周氏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饿了。行了，你吃吧，吃完了跟我一块上去看看。要是在这么大的厅里面开星象礼，一定很壮观。谢谢你，菲菲，今天将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。我也谢谢你，这应该也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了。你说我今天穿成这样跟明成哥告白，他会答应吗？他肯定会啊，你今天那么美。等会儿，你要和李明成表白？对啊。你不是有小飞了吗？小飞那哪一样啊？怎么不一样？你俩不是在一块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怎么没有？那天在唱歌的时候你不是说有事跟他说吗？我说了。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他是寻然啊。寻然又是谁啊？啊，那个天才画家。等会儿，我现在有点乱。所以你要说的重要的事儿就是你是寻然。所以你在房间跟我说小飞的事儿那么激动，因为他是你偶像。不然呢？要不然你以为我们俩在一起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就这点事儿，你至于搞那么神秘吗？我们哪有神秘，是你想太多了。所以你今天要跟李明成表白？嗯，好吧。行了，你俩先出去吧，我在这儿缓缓。嗯。卫卿吗？卫卿还会弹钢琴啊，好帅啊！哎，他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哎，你忘了吗？那个，他之前和周氏两个人还传过绯闻呢，说不定他们俩真有什么事。卫卿也来了，弹的还不错。是周氏吗？不可能吧，他怎么长成这样了？不会整容了吧？我可不想跟他弹琴，我是想跟他弹弹琴。管我！小飞，你跳的可真好。我高中有舞会，学过。那你一会儿可得带带我，我学校有点松，今天可不能出丑。
可以要求你跳一支舞吗？能呀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白？一会儿吧，我和明星哥跳舞就行。放心吧，今天是你的主场，一定可以成功的，你要自信。谢谢。对我来说，就像那毕奥萨法尔拉普拉斯定律，指引我在不断的变化中找到新的方向。你就是我的欧拉拉的导致方程，我永远以最优的路径接近你。这样会不会有点太肉麻了？要电动才能生磁，而磁变才会省电。如果没有了对方，那我们将无法存在。唉，感觉他也不会喜欢这样的话。要不然，还是这样吧。这样比较有趣些。于秀静，你来了，这个好吃。我不是来吃东西的，我有话给你说。说呗。于秀静，你对我来说就像那必要。你们找，跟我来。他们俩怎么了？明成刚才说什么？董事长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刚才你在洗手间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，虽然我没有太听明白。但你是要跟毕秋静告白对吧？对啊，那毕奥萨法尔拉普拉斯定律。哎，行了，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。总之，今天先不要告白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今天有个人要给你惊喜。那这和我表白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如果你要是表了白的话，就只有惊没有喜了。那是谁要给我惊喜啊？说了是惊喜，当然不能告诉你啊。总之，除了今天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可是。今天的时机比较合适啊，我怕过了今天我就再找不到这样合适的机会表白了。再说我连表白符都穿好了。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啊，
这第一个呀是欧美定律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毕秋静这么一个大活人他跑不了，你想什么时候告白都可以，大不了等他生日的时候我再在这里给他办一次生日会，到时候你想怎么告白都行。嗯，那好吧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应春哥，我能跟你跳支舞吗？好啊。刚刚卫卿跟你说了什么呀？没什么。诗诗，嗯，你今天很漂亮。嗯，谢谢。你好，我是周氏的同学。嗯，我知道这个舞会是你办的。他们都说这是林菲菲给周氏办的，但我知道是你办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跟周氏是什么关系？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还记得周星瑶吗？谁？你果然把他忘了。他是我前女友，是你抢走了他。我是不会让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伤害周氏的。我跟周氏的事轮不到你管。怎么，你就这么认输了？有火别冲我发，找卫卿去啊。先是毕秋静，现在又是周氏。李明成，你故意耍我吧？明成哥。啊。我。哎，你没事吧，诗诗？怎么这个时候掉链子？明成哥，你等等我，我去穿一下鞋。哎，我扶你过去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歇着吧。你慢点，诗诗。李明成，你给我跳舞。啊，你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？我心情不好，当然要喝酒了。我今天那么主动找你跳舞，你竟然拒绝我，你太不给面子吧。喝酒喝太多了，先休息会吧。我没喝醉，我要跟你跳舞。当众和别的女生拉拉扯扯，这要是被周氏看见，还得了。李明成，我到底哪里不好了？你都能和毕秋静这个书呆子跳舞，为什么不能和我跳？我不管，你要跟我跳舞。对不起，我只和喜欢的人跳舞。你，我不管，我就要跟你跳。走，你跟我去。你这画的什么啊？我看看，第一行欧姆定律U 比 R 等于 I， 第二行一千毫升等于一升，也就是 L， 二比一 O 二，应该是 O。第三行密度等于质量除体积 ，M 比 P 等于 V。最后这个是电场的表达式 FQ 等于 E。第三行线性函数 Y 等于 KX 加 B， 所以是 Y。第二个同上也是 O。最后这个是电功率与电阻电压的关系，根号 PR 等于 U。所以这三个连起来是 I love you。 好俗气。李明成，你这是要跟谁表白吗？果然我的心意还是只有你会懂。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毕秋静，我喜欢你啊。周氏，诗诗，你写好了？周氏，明成哥，你刚刚是说你喜欢秋静？对啊。周氏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发誓我今天绝对不来。周氏，诗诗，她怎么了？你是傻子吗？
看不出来周氏他喜欢你吗？只是喜欢我。闺蜜抢男友，真是一出好戏啊。现在去追他，你立刻联系其他人。追到了吗？上公交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师兄去追了。你俩到底什么情况？到底谁喜欢谁？你问他。我哪知道谁是喜欢我啊？我警告你，以后有多远离我多远。我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谈恋爱本来就是一件浪费生命的事情，而且周氏喜欢你。停，你们俩别吵了，赶紧给他打电话。你不许打。果然，我的心意还是只有你会懂。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毕秋姐，我喜欢你。只有自己，只有呼吸，的声音在不安分，保持距离。薇安，你赶紧帮我查看一下703的公交车路线图，我现在立刻就需要，快！心里啊，不就是失恋了而已吗？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明成这么一个男的，你至于这么折磨你自己吗？喂，说话呀你！你哭什么？不许哭！
再也不欺负你了。